今日大家坐啊，各位同心，大家早安，大家好。我叫做潘良华哈。那么我这个潘是四姓。一般我介绍，我拢开介绍讲，我伫住伫水边的番。因为阮的祖先吼，足爱清气想的。我是平埔族原住民，高滨地区的马卡道族哈。啊，这个马卡道族有的人唔知影啦哈。其实，伊是西拉雅族的支族之一哈。另外一个叫做大满族，就是小林村遐哈。啊，咧灭村了，差不多村五十几个人活落来呢哈。啊，马卡道族你若记袂开，我跟你讲。你著会改好记吼。阮高雄市吼，迄阵谢长廷做市长的时候，有开一条路叫做马卡道路，就是要纪念阮马卡道族吼。啊，马卡道你甲记，就是讲，迄条路拄啊伫个平交跟平交道平行啊，吼。啊，马英九卡在平交道，吼，安尼你著改好记，火车若来会安怎？马卡道哈，马卡道路，马英九卡在道路哈。OK， 好。啊，我今天要讲这个主题哈，真大啦哈。以后大家哈，若要讲到台湾的主权，哈，都要为清朝马关条约讲起啦哈。啊，咱即马看看来看啦哈。啊，这个我希望讲大家哈，基本的要甲人讲，就讲咱要甲台湾的。地位的变化，吼，啊，甲目前的台湾主权的法律的状态是安怎，吼，啊，未来即讲如果哦，吼，因为咱即马无要讲独立，也无要讲建国，也无要讲自治，所以这里用如果，因为台派、独派，吼，作个台湾建国，啊，也是台湾独立，吼，啊，过来咱迄个中华民国国民党六十八年来错误的教育所灌输的一挂本质，咱来甲清活出来，吼 ，OK。啊，咱大家做来拍拼啦，吼！好，哎，那么，其实我是我那资深的民进党的党员啦，吼！民进党拄成立的时候，我就加入啊。啊，阵我囡仔作细汉，啊，阮太太佫怀胎一个，啊，我要加入的时候，朋友拢甲我哭讲，潘啊，你是咧笑哦？啊，你是安怎？要用抓去关，啊，无惊要嫁人饲吼。嘿，啊，我着，但是我着足够一个，我着对国民党有足大个问号，吼。哎，那也袂叮当。啊，那么加入民进党了吼，本来怀着足对民进党足大个寄望，我做着出钱出力，那么无有。柯信良甲徐明德来做党主席了，一个讲要喝和解咖啡，啊，一个讲要大胆西进，啊，所以让我足失望的哈，啊，所以就开始对民进党失望，我就渐渐对民进党的事务较无迄个参与，哇，无偌久佫发现讲，哎，佫有一个新的政党成立，哦，这个政党的水准不哩遐悬，叫做建国党。哦，这个简单扼要明了，目标明确，就是台湾要建国的，所以叫做建国党。啊，迄内底拢是博士级的作者啦，拢师资，那么是医师啦、律师啦、工程师啦、老师啦、法师啦，拢遐。啊，所以我就义不容辞的开一万块做永久党员。我无两年。就迄个民进党甲你渗透，用人头党员入面甲你渗透，甲你并，甲你定选举，一寡干部换掉。啊，所以迄个建国党差不多两年，风光两年，就消风去啊。啊，就迄个民进就甲迫害，因为民众惊嘛，民众的一般的水准拢较低嘛。啊，所以看了这个党哇，拢是高水准的知识分子，安尼他拼赢啊，无甲创倒较会使。为着伊党的利益，把咱台湾的前途放伫涂骹搭。
啊，所以建国党消防已了，啊，我就一个找无复兴的所在啊，啊，就敢那无魂的身体安尼哦，世界游啊，世界敢那飘浪就对啊，啊，就好啊去境外求啊安尼啦吼，我。啊！我逐工拢爱为高雄开车去我的屏东潮州遐吼，因为我租厝伫遐吼，啊，我伫遐咧种树葡萄。啊，有一届拄好高雄市迄个中正路咧做捷运吼，啊崩塌，迄、那个路桥崩塌吼，阮迄个地下道煞无法度通啦，爱坐外口走顶悬的道路，啊走顶悬道路，我煞看到迄个五号一路一路遐吼，有一支旗仔出现啦。我想讲，哦，安尼即美国总公司来台湾开分公司的直销公司，迄阵是安尼想啦。啊，逐工过，讲，诶，逐工看到这个机啊，啊，过无偌久，看报纸有刊一个小广告，诶，也冒这个机啊，啊，搁有电台频率，啊，就甲转来听，吼，讲诶，足合我诶味啦。啊！伊讲，后礼拜拜六有伫公司一个舞庙吼，遐要演讲，我着走去听，啊，着分即款设计机后啊。秘书长一个起去讲吼，迄阵伊咧选公司市长啦，吼，我作者伫民进党、伫建国党无法着得到的答案，拢伫秘书长遐得到答案，吼，我有够兴奋的，有够欢喜的。为迄阵开始，我热烈参与。秘书长所有的活动，哦，迄暗迄机啊、腰架吼、手拢袂酸着对啊，足兴奋的。为迄天发烧，烧39度，到今还袂退烧啦。感谢。这条路吼，台湾人剩这条路，这条路若讲行袂通，台湾就麻烦啊，吼。所以一直到今仔日。我拢无失志吼，一直作欣赏、作佩服秘书长，头壳遮好，甲一寡国民党也是美国要甲咱暗藏的真相，伊拢甲掀开吼。啊，作者人讲，啊，你用骗的，我讲现在我用骗啦，我都骗讲来明白台湾的真相啦，安尼啦，我安尼甲拄倒转去。好，啊，咱即马来看正题啦吼。台湾的主权地位即马到底是安怎吼？啊，咱即有历史的演变，咱来讨论啦吼。上较近的，就是为这开始啦吼。1945年的9月7日是战，迄个咱的美国日本战败吼。啊，迄阵1945年的9月7日咧签投降书了，伫个东京湾这个密苏里舰吼签这个投降书了，麦克阿瑟发布。第一号命令，一般命令的第一号哈，要求蒋介石的部队代表民军来台湾受降，哈，来占领台湾，把日本的军队的武器给缴械，哈 ，OK。但是到1949年的年底，中华民国伊的国共内战输去，哦，伊蒋介石因大败退，因是用武装的难民。来非法侵入台湾，这个来的部队是合法的，有麦克阿瑟命令来，但是这是武装难民。那一般呢，修建的时阵，拢一定会产生难民，难民会走去隔壁国家，要求隔壁国家甲保护。吼，啊，隔壁国家就会用一个难民营给因住，啊，迄难民营拢是帐篷的。但是中华民国这难民来吼，咱得阁起。乌下厝好大吼，迄尖厝顶诶吼，早期迄乌下厝。到10几年前，李登辉做总统迄阵，各家因遐旧厝阁翻新，起大楼互因住。因讲因足辛苦诶，因遮老兵吼，因遮中国人咧替咱顾台湾，敢是安尼？毋是嘛，是美国第七舰队吼，伫台湾海峡咧巡逻。你防止中国拍过来嘛？吼，啊，拢甲咱骗嘛。好，第三就是到2006年的10月24日，咱秘书长发动抗美案，就是用
伊伫2000到2008年的三月七日，美国的华盛顿的联邦地方法院判定本土台湾人啊 ，people of Taiwan， 咱本土台湾人无国籍，吼，啊叫人讲会当去上诉，好，啊咱就搁来上诉，啊，即马来解释讲，啥物话叫做本土台湾人，哈，就是讲，伫1945年九月七日，麦克阿瑟发布第一号命令迄个时间点，迄阵。中国的蒋介石部队入来台湾，所以迄阵的住伫台湾的人，拢是咱本土的台湾人，包括伊的后代。好、哦、，OK。到2009年的四月七日，美国的联邦的高等法院阁甲咱判决，讲最近本土台湾人无国籍，啊，台湾人无国籍普遍承认的政府。即马即个政府唔是咱台湾人的政府，迄是中华民国政府吼，啊，敢若20几个小国家吼，咧甲承认，判定讲咱台湾人还佫生活伫政治的联合当中，吼，啊，即有个人无了解，我想啊，阮敢若足自由的足好个，但是伫欧美因自由人权的国家的眼光来看台湾，拄啊像咱即马咧看北韩同款，吼，啊阿扁啊，迄个关伫个什么伊甸詹巴平。啊，咱是关伫较大间啦，吼、哦！啊，所以你即摆用咱台湾的角度去看北韩，哇，因个北韩人拢嘛是活伫政治联姻当中，但是欧美的人咧看咱台湾人，迄、那个国民党甲靠伫即个较大间的台湾即个感觉内底，吼、哦。好，2009年的七月七日，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受理本案，哇、哦！啊，即、這个最高法院即是。第二次战后，咱本土台湾人头一届向日本太平洋战争的征服者美国，伊个联邦的最高法院，来依照国际法、依照国际战争法、甲旧金山和平条约，以及美国的宪法来提出告诉，这是头一届。好、哦，好，但是到2009年八月七日，美国的被告吼，伊、哦、个国务院。政府以美国代表吼，国务院宣布放弃抗辩权，吼，啊，这咱秘书长也有讲过啊，吼，啊，这就讲明讲，美国的国务院拢确认讲，咱秘书长甲告的拢有理由，吼，拢对的，吼，啊，所以美国就，伊若佫继续看咱伫法庭上安尼你来我往的攻防战的是，啊，会甲咱台湾一寡足济机密、龌龊的代志，拢由咱秘书长甲掀起来。啊，到时吼，那最高法院后壁无底好体啊，一定爱判过来时，判来美国国务院的满面全倒灰吼。啊，国务院啊，未准备好吼，所以伊赶紧用放弃抗辩权，吼。啊，就是讲国务院就开始知影讲爱做啥物代志啊，吼。然后到十月七号时，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宣布搁置本案待审。就是原来要等国务院迄边来准备好势，吼啊！咱台湾咱只，比如讲，咱也训练4000个接收人员，哈，啊，41万人的身份证，代表讲咱台湾人拢有觉醒啊！啊，咱也准备好啊！安尼，美国最高法院可能会阁把这个案件提出来重审，哈。好，啊，这个放弃抗辩权了，搁置本案待审，就讲美国政府对本土台湾人。60几年来，所有的一寡形式吼，不再抗辩，表示咱全部确认吼，咱所讲的啊，法院要求以后爱依法正确行事，爱依旧金山和平条约的规定，哦，咱来回归历史原点，哦，回归麦克阿瑟迄个一般命令下，照讲，迄个时间点应该美军直接入来占领，都无遮济龌龊。伤害台湾人人权的这代志，吼，咱来等于到旧金山河，依照旧金山河，美国是咱日本台湾的主要占领权国，啊，得爱美军直接入来，咱爱予一流的国家来甲咱管，咱卖予比咱较落伍三流的国家的中华民国来甲咱管，哈，管甲不得不进。啊，有个人讲，嗯，即卖毋是足好个，你若以即卖时间点，含平行含日本类比。日本外久以前人就新干线啊，人60几年前人因就地下铁啊，
吼，咱是到即近十年来较有诶吼。好，伫即个咱秘书长林志坚控辩案吼中间，被告诶律师有出来讲，即个 Peterson 吼，伊讲伊伫联邦法院答辩讲，美国无台湾诶法律主权，伊就讲听伊讲诶是法律主权哦。啊、其实美国是对台湾有管辖治理权的、哦、因为旧金山合约规定日本放弃台湾天后，只是放弃管辖治理权，所以现在这个管辖治理权是在美国手里、啊、美国委托蒋介石的部队、哦、来台湾管、哦、OK 好、啊、我们再来看说日本在1945年的四月七日，日本的咱大日本帝国的天皇下诏书，哦，这大日本的帝国的宪法伫台湾实行，哦，台湾行宪哈，这日本帝国宪法，啊，这就是诏书，啊、哦，这原版的啦哈，原版的翕出来，这有一个天皇的谕旨，哈、哦、，OK， 好，1937年起。日本在台湾实施华民化，内地一统，哦，就是要求咱台湾人爱改日本名，哦，啊，穿和服啦，哦，食沙司面啦，哦，都这方面呢，哦，啊，那么日本的语言，哦，迄阵原来叫做国语，哈、哦，啊，所以阮爸爸因迄年代的人，拢拄着因的同学，拢嘛用日语咧沟通，哦，如果一直呐，迄阵中国兵无来，美军入来。美军袂甲咱限制咱的本来学日语这语言，那安尼到今咱大家日语拢写写个哇，吼，啊，真可惜有中国人来啊。那么1945年四月七，因为实施明治宪法了，伊就有权伫台湾征兵，啊，征兵这是有一个主权的象征，就是讲咱台湾军有效忠的对象，就是天皇，吼、啊。啊，迄阵的台湾人嘛有参政权跟参战权。这个参政权就是讲，咱是这样派五个众议员、三个参议员去到日本的国会参加伊个国事诶论坛哈。OK， 好，啊，这就是台湾依家的国际法的程序变作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啊，这就刚才时阵清帝国对辽东半岛。诶，这个情形同款，辽东半岛是大清帝国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所以伫马关条本来割让辽东半岛出去，但是有诶三个国家吼，苏联、法国、德国抗议，所以日本只好去跟大清帝国去签一个辽南返还协定，哦，去甲辽东半岛奉天这个所在去向哦大清帝国，但是要求大清帝国爱赔3000万纽银的库平银。不割地就赔款啊 ，OK， 好，啊，那么蒋介石只是代理美军来占领台湾，啊，这是一个国际委任的关系呢，并无讲把台湾的主权交予中华民国，哈、哦，好，啊，是安怎？日本东京的靖国神社内底还佫有供奉39100个台湾的英灵，啊，这个英灵大部分是。高沙族的较济，吼，啊，伊是拢为着日本天皇战争而死的，吼，殉国，哈 ，OK， 啊，为啥原来顶看出讲台湾跟日本还阁是国内的关系啦？啊，本来无抗中华民国的，吼，就是会顶咱台湾的人死去，会顶下到遐，你看因中国人。为国家死亡诶，都下伫迄个忠烈祠。那么日本人呐死亡，都下伫日本的靖国神社。啊，表示讲，这个死去的人就是日本人，哦，日本的台湾人。OK， 好、哦，啊，这就是咱去年甲前年拢有去日本的靖国神社去甲祭拜。咱去日本的靖国神社是用国家级的形态来甲咱接待哦。一般日本人行到这个正殿，行礼拍两个扑克，就算完成祭拜。阮是邀请入去中殿，遐甲祭拜念祭文，
了搁去哩，迄个中殿是干呐？内阁大臣迄级的人才当入。了，阮搁入去到上内底内殿，哦，迄是要日本天皇，因靠入去到遐，吼、哦。啊，所以阮互伊做优待就对了哈、哦。好，啊，咱来看马关条，就是下关条伊的前言。马关条，咱迄阵读历史，拢敢若读到即四字马关条，伊无甲你讲啥物内文，吼、哦，咱来看伊的内文，吼、哦，就是大清帝国天皇帝陛下兼大日本帝国陛下来签订即个条约的，是天皇对皇帝就对，吼、哦。那么大清是伊的皇帝无可能亲身出马嘛，所以派伊的。一等大臣哈，总督哈，叫李鸿章。啊，那么日本天皇的派这个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哈，因出面来签这个合约，合约啦，哈，不是合约。好 ，OK。那么伊的内文的第二款有讲，大清帝国将管理下卡的这所在权利，并将该地方所有的堡垒、军旗、工厂。甲一切属公的物件，永永远远让予日本，这个注意，永永远远让予日本的品无行个啦。吼、哦，你既然着卖人去啊，哦，挂让予人啊，就无可能搁退转来啊。OK， 第二项有讲，这包括台湾全岛，甲所有附属的国岛属，哦，这当然着包括钓鱼台。哦、所以你们在说钓鱼台上的钓鱼台是台湾的，但台湾是日本大日本帝国天皇的，所以钓鱼台是日本的，没不对、哦、只是美国因为战后他把钓鱼台挂在琉球的管辖里面、哦、那是一个行政管辖权的、哦啊、当然管理包括澎湖列岛、哦啊、这有经纬度哦，这个经纬度之间的这诸岛屿都拢是。好，过来马关条第三款，伊讲，这个前款所记载的这个迄个地图吼，所画的界线，伫这个合约批准了后，两国爱选派两个官员以上，共同来画这个界线，就地踏勘。确定化界，咱民间干那土地买，咱得爱要求这个地政事务所派测量的人来甲咱测量定界址，啊，双方的买主甲地主爱确认了，较签名准守，民间就遮慎重啊，何况是诶，国家甲国家土地的挂念哈。来啊！第五款讲，伫本合约批准互换了后，限两年之内，日本准大清帝国迄阵住伫台湾遮个人民，若要迁徙个，哦，拢会当，你会当变卖你所有个产业，吼、哦，你个财产拢会当卖咧，退去之外，就离开台湾平湖，吼、哦，你要等去大清帝国也好，啊，你要移民其他个国家，吼、哦，做你去办理，你处理。但是，若满两年以后，若无迁徙走的，就甲逐一当作你是日本的臣民，哦，就是甲你看作讲你是臣服在日本，啊、哦，臣民哈、哦。OK， 好来，啊，有关咱台湾地位国际条约啦，啊，是法律啦、啊、宣言，伊的位阶，咱甲做一个比较，哦，这两个就是属于国际条约，因为这是国家甲国家来签的。这个是两个国家，日本甲大清签的。好，那么这个旧金山合约是51个国家签署，但是有相当于的国会批准的，敢若有48个国家。哦，所以这是足大件一个国际合约。哈、哦，过来，这就较低层次啊。台北合约就是伫1952年的4月28日，旧金山合约生效迄天。在美国的主导之下，要求日本要跟中华民国签和平条约，哦，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中华民国无资格签，因为伊迄阵已经灭亡啊。啊，那么
阿公啊，伫1949年十月初成立因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政府，但是迄个时阵已经战争结束啊，所以伊无参加到第二次的这个世界大战，所以伊嘛无资格签旧金山合约。啊，但是为着要管理台湾，美国要求日本爱以旧金山合约做盟约，来跟中华民国来签一个台北合约，叫做后讲日华合约。但这个日华合约伫1972年起头，是哪？因为日本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啊，所以这个日华台北合约准起头去。啊，过来，1979年，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啊，美国赶紧，因个国会参众议院高票通过《台湾关系法》，来接续麦克阿瑟的第一号命令，哈。好，啊，过来开罗宣言，啊，这都根本是一个谎言啦，哈。这是干那一个新闻公报呢，啊，个也无人签字，哈，啊，所以一般这个位阶上低。啊，当然要签旧金山合约以前，本来美国有要照开罗宣言讲要甲台湾配合回归等于中华民国，啊，但是已经尾啊发现讲台湾是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已经无法度割让啊，所以只有伫合旧金山合约内底要求日本放弃台湾甲平和的管辖治理权。好 ，OK。啊，所以你若要讲台湾的地位，刚才点讲这两个呢，剩的迄种位置拢给，即台湾美国台湾关系法，这是美国的国内法呢，佫唔是国际法哈，所以相关的是这两个。哦，啊，咱来做一个小总结哈，就表示讲，台湾平和还佫是日本天皇所属，简称日属，还佫是美国君主占领中哈。那么只是美国委托中华民国流氓政权来代理美国来管台湾，一直管到今嘛哈。过来，咱来看讲，美军占领台湾的法律的依据甲迹象啦，吼。好，真侪人讲，哪有我无看到美军来占领台湾啊？吼，唔是讲你看到美国的军人穿迄个迷彩装，吼，较是在台湾咧乱乱做，较是讲哦，美国有占领台湾，唔是哦，吼。咱来看法律甲一寡迹象。麦克阿瑟一般命令第一号是美国的参谋联席会议，哦，伊所拟定的，伫1945年的8月17日，迄天由杜鲁门的总统来核准了，佮授权予麦克阿瑟将军伫1945年9月7日日本签投降书迄天，吼，哦，命令蒋介石代表民军接受在台日军的投降。你佮注意看，是用命令，啥物用命令？因为麦克阿瑟迄阵是盟军的统帅，啊，盟军的总司令，啊，那么蒋介石只是太平洋战区的总司令，哈，啊，所以位阶比麦克阿瑟较低，所以用命令的方式命令蒋介石就以代表民军来台湾，好，接受日军的投降。因为迄阵是咱美国有法度分配，就是美国是日本台湾的征服者，迄阵来打台湾的，干那美军尔，无其他的国家的部队。所以，伊有这个权力来分配盟军的占领区，什么人去占什么所在。哦，譬如讲苏联，美国甲分配伊去占中国的东北三省，哦，啊加北韩，哦，38度线以北。啊，命令蒋介石伊去占领北越，哦，就是北纬16度以北，向蒋介石的部队的地区的司令官。伊投降，啊，当然，台湾甲澎湖原来是爱向蒋介石投降吼。啊，这就是因为伊是主要占领全国嘛，伊是征服者啊，所以美国较有法度分配。啊，因为迄阵向日本投降哦，遐尼侪土地，遐尼侪岛屿，爱美军入去占领，美国无遐侪军队，所以甲台湾甲澎湖就经委托蒋介石来代管尔吼。再来看旧金山合约，伫1952年4月28日来生效。伊这个第二条是日本放弃台湾甲澎湖的管辖治理权。哈，
那么第23条确认美国对日本是主要占领全国的身份，啊，这个日本当然就包括日属台湾，啊，因为那时候台湾日本有几个大岛嘛，啊，比如日本的北海道、日本的九州、日本的四国、啊、日本的本州、啊、跟日本的琉球、日本的台湾，我们都属大日本帝国的成员，啊，所以我们是日属台湾。好，那么对于这个合约拟定是有51个同盟国作为协商，啊，这个是杜勒斯的主导跟分配。这个杜勒斯后来他是做到美国的国务卿，啊，他当时是由美国的总统所聘任，啊，做一个那个专门来拟定跟这51个国家来作为来协商的，啊，他的主导的，对吧？好，啊，那么台湾管理法在1949年4月7日才订立哦，啊，追溯到1979年1月7日生效，因为呐，前一天就已经跟中华民国断交啊嘛，吼，啊，这个台湾关系法阁是美国的国内法，啊，这是美国依照旧金山合约，伊是主要占领全国的权利，才会当去订立。啊，咱拢毋捌听过讲有英国台湾管理法，还是法国台湾管理法，对不？好来，那么台湾管理法第二条的美、甲六、甲四有规定，维持美国的能力，就是军力，就对了哈。以保护台湾的人民安全以及人权，包括经济制度稳定，这是美国所严重关切的啊。所以美国拢要求。阿强啊，你得爱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台湾的问题。啊，其实这是假议题，哈。因为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的权力甲义务，才会定来定这个台湾管理法，哈。好了，啊，咱来回顾讲，1996年台海危机，哈，迄阵李登辉跟彭明敏咧选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总统，啊，迄阵李登辉讲两国论，哦，引起。阿强啊，吼，退兵，吼，啊，所以就发射飞弹向基隆港的外海，包括高雄港的外海来发射空包弹的飞弹。但是美国足惊，万一擦枪走火，万一那这飞弹呐拍着台湾的陆地，吼，那么这里引起战争，所以赶紧派两架航空母舰的战斗群来介护台湾，这个地。北台湾的海域，一个是南台湾的海域，哈。好，啊，这是美国总统迄阵是克林顿，伊依照台湾管理法，才有这个权利来派兵来。嘿，啊，无你，甲航空母舰，你甲驶中国的闽江口外口，你甲试看卖，看阿强会配兵未？好，啊，是驶去俄罗斯迄边遐。好，好，啊，这个。1980年的雷根总统对台六大保证，哈，这是因为迄阵拄啊美国要跟阿强啊签八一七公报，迄个时阵，台湾的外交啊不，中华民国外交部有得到这个消息，啊回报转来了，造成中华民国包括咱台湾人人心惶惶，所以迄阵足侪人哦拢要办移民。惊迄阵美国会出卖台湾了，对吧？啊，所以迄阵蒋经国哦要求讲，美国你爱提出一寡保证，哦。那么雷根总统就用这个六大保证来安搭中华民国，哦。对，啊，咱来看伊六项保证是讲啥？第一项就讲美国无意思要就对台湾的军售设下杂志的日子，哦。过来，美国未就对台军售的议题，事先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磋商、来协商就对了，来讨论就对了。第三，美国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压力之下，来停止对台湾的军事武器的销售啊。过来，美国未修改台湾关系法哦，因为足侪人拢认为台湾关系法是咧保护台湾，其实这是错误的那个感觉印象哈。台湾管理法是保护住伫台湾顶管的这些人，或者 people on Taiwan，
啊，这个包括保护着中华民国这些流亡的难民，啊，所以咱一直拢讲，咱爱回归旧金山合约。旧金山合约所讲的是保护着 the people of Taiwan， 就是本土台湾人，啊。好，那么美国无意思要扮演台海两岸的中介者，啊，美国未施压力，和台湾来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展开谈判，啊。再来第六。美国无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伊讲对台湾有主权的这个主张，哦，这美国无要承认就对了哈。啊，你看看，咱拢唔捌听过有其他的国家对咱台湾有任何保证，还是承诺？是安那一个雷根总统爱对台湾做这保证，来安搭台湾的民心？好，哦，这就敢那讲。咱一定跟美国有啥物好个关系？我就跟他讲，男女关系也是夫妻关系。哦，你要向你这女朋友求婚，你嘛爱甲保证讲，啊，你若对我吼，拢唔免洗衫洗碗，我请佣人甲你服侍。啊，每个月拢十万块，你买衫裤，买你欢喜个物件，安尼甲保证，人唔较要嫁你。哦，啊，这个类似安尼甲你。就是有某种关系啊啦哈，唔开安尼对咱台湾有六项保证。OK， 过来，台湾唔是国家，这是伫2004年十月二五，前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吼，伊伫北京记者甲问，讲台湾甲中国到底是啥物地位？伊安怎讲呢？伊讲中华民国唔是一个国家，台湾嘛唔是一个国家。伊讲台湾无享有国家主权，哦，因为台湾是美国境外的国内，台湾关系法是美国的国内法，我，哦，这境外的国内感觉怪怪吼，哦，是伫美国的境外，但是美国佫定一个美国台湾关系法咧甲管，好，啊，美国对台湾有管辖治理权，啊，即卖伊甲这个管辖治理权交予即卖。台湾在你当局代理中，这是《旧金山和平条约》内底所用的用语，因为已经跟中华民国断交啊，所以袂使阁讲是委托中华民国政府咧在遮管台湾，所以用台湾在你当局。啊，这個、台湾在你当局，伊阁用复数哦，台湾 authorities， 表示讲台湾在你当局会当归来，哦，包括以后台湾民政府嘛会当来管台湾的。啊！但是咧，咱爱壮大，咱爱四千名训练落好势，41万分诶，训练前爱办落好哈。好，啊，美国是一个长进人，伊啥物事项拢比伫后壁咧操弄，吼，甲中华民国下在头前咧做布袋一样啊，叫中华民国做啥，中华民国就做啥哈。啊，你看，台湾伫咧当局诶总统，包括两蒋，啊是李登辉。阿扁啊，马英九，拢爱看美国的脸色哦。美国对台湾当局拢说三道四，什么都美国说了算。好，哦、，OK。你看两千年，阿扁啊选了总统，伊五二空，阿扁啊要就职，哦，结果伊去讲四不一没有哦。本来阮咧等伊的就职典礼，一定会讲一挂激励人心的一挂话。结果予阮足失望，伊甲你讲一个四不一没有了吼，阮遮独排头拢倒向遐，足失望个啦吼。啊，这是因为受着美国个操弄甲指导，所以伊开始讲遮四不一没有。因为呐，你若选着中华民国总统，第一个代志爱等美国个贺电到来甲你确认，你确实正港个中华民国流亡政府个总统，吼，来代理来管台湾。啊，那么，伊若要就职典礼遐文告，要讲啥物，爱先送我美国看。美国若看 OK 啊，你才会当讲。哦，啊，这就是伫美国指导下所讲的。啊，咱来看伊讲啥物。哦，一般，咱一个新的总统起哩，一定对台湾有足侪好的抱负。讲啊，我选着，我要予台湾做到偌好。变作一个东方瑞士的理想家园，哦，啊有啥物一定要高铁，伫几年内要甲做好，吼，哦，啊高速公路全台湾要甲设一连，
遮爱理想拢会讲出来。结果唔平呢，你去看咱台湾人去咧选择中华民国联盟总统，伊去咧安怎讲？伊讲不宣布台湾独立。哇！啊，这唔是咱台派民进党定咧讲的，讲台湾爱走向主权独立的国家吗？啊，第二个来讲不宣布台湾独立，过来两国论不路线。李登辉所讲的两国论不路线啊，过来讲无要举行统独公投，吼、哦，第是未使变更国号，吼、哦，到你选择中华民国日本总统，你未开甲改变台湾国了对啊，哈、哦，过来没有会统一纲领、国统会的问题，吼、哦，啊你个看，不，啊这是安那？我安是食伤济吼，啊，咱是选一个放屁的总统，安尼不，哦，这是予咱作失望的吼，啊，这就是因为伫美国伊咧操控，吼、哦，好，啊，过来委任占领的授权书哈、哦，我即摆在讲的这拢是较属于法律哈，啊，甲一寡迹象啊，你甲看哈。那么1979年以前，美国是承认流亡中华民国，但是1979年，吼、哦，一月七，伊跟美国跟流亡中华民国断交。啊，美国会制定台湾关系法来代替麦克阿瑟的一号命令，伊的本质就是讲代理美国军事占领台湾的一个授权书，吼、哦，伊安尼法理上较连结一条，吼、哦，所以唔该。四月七生效，追溯到1月1号。好，啊，改称台湾独立当局，未使阁讲中华民国哈。所以流亡中华民国的政府继续统治台湾，包括李登辉、阿扁啊，这拢是哦。这个唔是咱台湾人的总统哦，因选的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总统，唔是咱台湾总统，唔是讲台湾人去坐迄个位。的台湾总统，错误吼，这个爱明白到清楚。好，2001年7月，哈、哦，玉山四号政经并推，迄阵阿扁啊邀请马英九去视察哈、哦，结果迄阵马英九已经选到总统啊哈、哦，那么马英九拒绝，但是迄阵的 AIT 的处长杨淑丽，含一挂美军的官员。因坐云豹甲车，入去恒山指挥所观察。恒山指挥所是咱最高的一个军事指挥中心呢。那会当予别个国家入去，佮是军官，美国的军官。啊，表示什么意思？因是上级指导单位来视察嘛。好、哦，唔该，这样啊，无那会无要予俄罗斯来看卖，还是予英国、法国、德国来看卖，拢无。表示台湾是美国咧掌控的哈，哦，不，佮包括早起吼，咱比如像叫电脑做秀出，迄只军舰顶悬插的是美国国旗，啊，中华民国迄个海军旗伫个较半中遐吼，插一截，安尼就上下威胁就看得出来哈。好，啊，过来，迄个美国下令多销中华民国国会各式军事武器，吼，咱来看卖。在去年4月，汉光28号演习，你甲看，战车本来伊个头前遮拢有一个，迄毋是国徽啦，迄是国大国药来吼，车联牌国药吼。好，你甲看，这依稀可见啊，迄个浮雕伊啊吼。啊，你甲看，遮本来有一粒吼，这嘛浮雕伊。好，啊，这呢，因为美国有讲啊。恐怖组织的三要件，来，第一个，唔是国家；第二个，这个唔是国家，中华民国唔是国家。过来拥有武器，哦，中华民国有武器，哦，就头拄仔看遐军事设备，啊，这武器佫是你美国卖伊的，啊，咱台湾人有够衰，咱纳税金去予中华民国去买武器，啊，来甲咱镇压，哦，啊，过来伫当地征兵。啊，咱拢每一个呐，体格 OK， 大家拢有做过兵吼，满20岁拢有做了兵吼、哦。啊，你甲看，咱搁来看，
不是国家，哦，宾拉登不是国家，宾拉登嘛有武器，哦，啊，宾拉登用伊伊斯兰的教义，就跟叫因遐伊斯兰的遐好战激进分子来参加做伊兵，来实施恐怖的这个攻击。我这足符合的，啊，咱秘书长阵用这个要甲告美国，甲美国讲讲，你若无叫中华民国遐武器拢爱涂销吼。遐logo拢爱涂销，要改革。哦，啊，美国就真正叫中华民国遐部队遐武器拢爱，把迄个 logo 拢糊掉吼，就是安尼来。啊，无，伊就变成一个迄个恐怖组织啊嘛吼。OK， 啊，咱来看台湾朋友金门马祖加入 WTO 哦，国际贸易组织，这是伫美国的协助之下，用独立分离关税领域的名义来加入的。啊，这独立分离关税领域什么意思？就是军事占领地，哈、哦，军事占领地，才会用这个独立分离关税领域这个名义去加入，哈、哦，因为咱不是国家。OK， 好，后来咱来看，阿扁啊，伫咧要下令进行有气象飞弹，引起美国的关切，哈、哦，啊，这国防新闻的周刊有报道，伫阿扁啊要下令的前一两个月，有下令。刺射一粒中程飞弹，所以引起美国的关切。美国国务院派一个官员来中华民国国防部来查证。啊，迄个时阵是前国防部长蔡明宪咧做国防部长。伊讲美国对台湾刺射飞弹感觉关切，国务院的资深的官员过一礼拜就来到伊的办公室，问伊有刺射飞弹无？伊讲有啦，干那刺射尔，而且也未生产。伊迄阵时阵，佮美国这个官员保证讲，台湾这个飞弹只是用来防卫，不是攻击。欸，咁安尼尔，防卫呢，也无要攻击，也无你刺射是咧刺射安怎？哦，你发明这中程飞弹，就是要有攻击能力啊。所以，是安那？你得要跟保证，只是防卫，不是攻击。啊，表示美国来这，就是上级指导员嘛，长官嘛。伊凭啥物会再来跟咱关切？敢若要甲你压制，叫你袂使阁继续发展。啊，事实上，台湾的武器的研发是受到美国的限制，包括韩国、日本拢安尼。因为这三个所在拢是美国军事占领区啊。好，来咱来看，受美国军事武器管制发展的这些国家有韩国、日本、甲台湾，因为这三个国家拢迄当时拢大日本帝国的土地所管的所在。啊，那么战后咱遮拢投降，拢予美国军事占领。啊，所以伊会管制咱这三个国家有一挂啥物武器袂使发展。好来，飞弹的射程。像韩国，美国本来干那予伊限制讲，你的飞弹你干那顶做300公里的射程，一直到去年，较开放讲，你会使发展500公里到800公里。啊，你若800公里的这粒飞弹，你干那会顶装300公斤的弹药、弹头。好、哦、啊，那么那500公里的，你会使。增加500公斤的弹药，我安尼个限制哈。拍空的来做较细粒个，啊拍较短，迄个火药会当增较济个哈。好，过来核武的研制，我你看这三个国家拢无核子弹。啊，蒋介石迄阵有偷偷啊咧发展武器，吼，结果伫1988年发生迄个核。中科院的核研所迄个副所长张宪义哈叛逃事件，其实张宪义是迄个美国吸收做 CIA 的人员，伊咧秘密咧收集中华民国咧偷偷发展核子武器，结果伫特别成功进程，张宪义叛逃，把一挂机密资料拢炸去予美国，迄变证据，隔三天后。美国就跟迄个国际原子能诶，即个总会人就来到
台湾，甲中科院遮个核子设研究个设施，遮仪器设备拢拆起来，该封个封起来，甲遐武遐个设备拢拆转去美国。是安怎伊当安尼做？迄就是台湾市个君主占领地，还佫伊个管辖，所以有权利来管制即件代志。啊，无伊太无爱去，即马北韩咧发展核武，伊太毋去甲拆伊个核子设施。那么去拆伊朗的核子设施，好、哦。过来，战争的时阵，军事的指挥权，即卖韩国的军队的迄个司令，司令官是韩国人，副司令官是美国人。但是若战争的时阵，美国的副司令官起来做指挥，这军事的指挥权就伫副司令官的手上。啊！你看，安尼嘛会使看出讲，韩国嘛也毋是完全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吼、哦。你包括日本嘛是啊，日本嘛是100%主权独立的国家，因为日本无军队嘛，因敢若自卫队尔，吼、哦。啊，伊阁无发动战争的战争权，伊敢若有防卫权呐，吼、哦。所以叫做自卫队，吼、哦。OK， 咱来做一个小结，吼、哦，就是讲。安尼来看，就美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啦，哈，一切是拢依法行事，啊，这个依法行事当然是依有利于他的事啦，哈。OK， 啊，美国总统是受国会甲法院的监督，唔敢违法，哈，因为好佳在美国是三权分立，哈，三个行政、立法、司法互相制衡，哈。OK。所以你看，较早尼克森哦，伊即个水门案、窃听案发生，随即用溜了哈。所以美国总统一般唔敢黑白违法哈。OK， 咱国际社会拢了解台湾的真正的地位啦。啊，只有干那咱台湾人吼，干那当局者迷啊，拢要蒙在鼓里哈。OK， 以上的种种的迹象来证明哈，美国一直咧管辖治理台湾当中。美军并无离开台湾啦，吼，一直咧军事占领中，哦，所以你甲看新竹乐山基地啊，最近甲完工吼，这个电管所插的旗也是美国的国旗，哦，啊，迄个雷达是上先进的，吼，会当射差不多3000公里的这个电波来侦测3000公里的这个半径的，哦，这个范围，吼。所以一定扎差不多5分钟至7分钟侦测到中国那边飞行机的起飞，吼，还是飞弹有射出来，哈，并不是讲一定爱看到美军穿迷彩服，还是美军有在占领台湾，吼，你为总统迹象来看，就一定看出。那台湾有发生什么危险的，比如可能会起军事冲突，美军就随会出现在咱。台湾的周边的海域内底哈，好，啊，咱来参考讲各国主题建国这个模式来参考看卖哈，好，来第一个古巴的建国的模式，美国跟西班牙在1898年哈4月25号宣战，啊，差不多3个月西班牙就投降了，那么因的。1898年的12月7日，哦，签一个巴黎合约，西班牙来放弃古巴，哦，这跟台湾类似，日本放弃台湾，啊，来割让菲律宾、波多黎各、关岛给美国，但是美国协助古巴在1902年5月20日来独立建国，哦，啊，咱来比较。古巴跟台湾的境遇哈，这两个国家拢是因为合约被放弃，但是古巴独立成功，啊，台湾到即马地位稳定，啊，这原因就是讲，古巴原来是西班牙的殖民地，敢若殖民地较会当割让，也是互因独立，啊，台湾是美国的不日本天皇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所以台湾无法度割让出去，哈。过来，咱来看菲律宾的建国模式，这嘛是同款，美国跟西班牙巴黎合约，
美国为西班牙取得菲律宾，啊，但是受制于非独的反抗军的游击战哈。迄阵菲律宾，咱台湾讲有台独嘛，菲律宾嘛有非独，啊呀，非独呀游击队哈，不时去骚扰美军，拍到美军安尼样啦，发动兵去甲弱。啊，因菲律宾有两千几个较大的岛，啊，若要包括啊较细粒有四千几个。你打，伊就走迄个岛；你约个岛，伊阁走迄个岛。吼、哦，美国迄个武甲头壳冒咧烧，只好甲因个叫因个迄个反抗军的首领来协商谈判，讲你阁互我管十年，十年后我互你菲律宾独立啦，吼、哦。啊，所以迄回十年的自治期了，但是迄中间有日本有去占领马尼拉，吼、哦，啊，迄阵马。麦克阿瑟迄阵是跟菲律宾的总统一同撤退去澳洲。麦克阿瑟一世人做将军，上无民主、上浪费的，就是马尼拉三个月就迄个日本兵甲占领吼。所以，像那麦克阿瑟也用一号命令来叫一个三流的国家。来甲咱糟蹋，都原来有一个原因，就是讲为台湾起的飞机、飞机迄个伊的马尼拉的克拉克空军基地，伊的空军吼炸个密密麻麻。迄阵麦克阿瑟是做菲律宾的总司令，啊，所以伊上无民主，就是许咱台湾的飞机遐空军啊炸个密密麻麻。啊，佮伫巴丹岛遮，许咱的高沙义勇军无几百名。去到巴丹岛吼，甲强行占领起来，高沙义勇军的危险一战成名吼，所以尾啊，日本一直增派高沙义勇军，就为遐开始吼，因为咱的高沙族足厉害，伊丛林战足厉害，敢若一支反刀，来无影去无踪，暗时啊出来突击，炸得美军安尼皮皮喘吼，讲我这都敢若像鬼尔安尼，来无影去无踪安尼吼。1945年到下坐日本投降了，到1947年的时阵，伫个7月7日，伫美国的协助之下，菲律宾独立建国成功。啊，你甲注意看，这个7月7日，美国的国庆嘛是7月7日。结果咱台湾民政府伫2010年，伫美国的协助之下，嘛是伫7月7日。叫咱去华盛顿特区，美国的首都，吼、哦，去遐挂牌，吼、哦，这个意涵，好嘛，真有意思。而且9月7日，叫咱甲咱办迄个挂牌庆祝酒会，吼、哦，啊，你看，迄9月7日嘛，足有意思，是旧金山合约的签署的日期，吼、哦。好，来看立陶宛的建国的模式，立陶宛。伫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因为伊拄仔瓦伫苏联呢，哦，迄、那个南边，所以随后苏联甲并吞。但是因个民间议会伫1990年3月10日，家己宣布独立。但迄时阵，国际社会拢观望啊，当你毋知独立真啊假啊，哦。啊，但是，迄个立陶宛的人，迄个苏联君主占领，因抵制君主政府所办的选举。因为投票率低于30%，所以选举的结果，国际社会都无甲承认，吼、哦、啊，所以无承认苏联阁有合法统治立陶宛的这个合法性啊，吼、哦，所以1991年9月7日，立陶宛因家己办选举，吼、哦、啊，完成独立公投，吼、哦、啊，所以苏联就看大势已去，等到伊甲率先成立，啊、哦，啊，咱为立陶宛的选举。抵制选举这个模式，这个意义来个看，就是讲，咱唔好去参与这个流亡中华民国参选，啊，这个卖去参选的对吧？哈，因为你所谓中华民国流亡总统大选迄天，你干呐去到投票所，摕你的中华民国的身份证出来，干领选票，就代表讲你承认你是中国人嘛，因为你是摕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安尼，咱都先输一半哩啊！而且，搁伫你自由意志之下，你要投票，
结果你算出来，2008年也好，包括去年小英咧选这个总统也是同款，这两个时间点，你若甲当作是统独公投，会咱选输呢？这就是像美国要甲咱当讲，咱袂使公投、独立公投的原因之一啦。因为恁所选出来是一个通派，以后要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会一个通派总统。啊，这国外人来看，啊，恁台湾人四好嘛，恁家己欢喜，甘愿要选一个通派总统，要以后要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的嘛？美国那国外的人是安尼看哈。啊，所以咱来第一者，讲咱唔是中国人，所以咱袂使去参加中华民国的选举嘛。我、啊、一寡独派的立军的就讲，啊，咱无去选，就拢要规划捧去啊。你如去参选，伊利用拢个媒体拢个评，哦，差差不多一趴，还是0.5%呢？咱来去苹果又一趴过来，咱就赢。哦，两边拿军的甲立军的拢积极动员，所以投票拢。75%以上，75%迄个合法性就足正当啊呢。国外选咧选举，咧看恁这个选举就讲，啊恁家己伫自由意志下所选出来，恁家己欢喜甘愿呢，吼。啊，所以咱愈堪伊选，就是愈延续中华民国的生命，吼。OK。好，啊，所以咱就爱来缀这任何中华民国流氓政府所办的各级的选举，无论县市长、吼乡镇长，包括。流氓总统拢同款哈，好。那么咱过来看琉球返还模式哈。琉球是1952年2月2日成立琉球民政府，哈，啊因内底嘛有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哈。那么伫1945年到1958年迄个时间，因所用的币是用美型军票，哦，迄阵美国发的美型军票，唔是用日元咯哈。一直到1958年以后，就用美金哈。伫1972年咧，琉球返还以前，琉球人要去日本的本土，爱用美国琉球民政府所发行的旅行证件，因为琉球迄个时阵唔是日本国的，嘛唔是美国的，哦，所以因咧，那唔是国家，就袂使发行护照，所以干那一定发旅行证件。迄阵呢，旅行证件的证明书就是安尼吼，这是琉球列岛美国民政府所发行的吼。啊，那么咱台湾以后嘛要求美国，甲咱发类似这款的物件，哦，都或者 travel document 旅行证件，啊，这是美国国土安全部所发的，这伊的 logo 哦。OK， 咱以后要发类似这款的物件，和咱台湾人当作出国所用的旅行证件哈。你来看，1971年6月17日，美国和日本签一个琉球返还协定。这其中的这个条件就是讲，日本甲美国要求讲，啊，我要付出什么代价，你卡要甲琉球还乎我日本？美国甲开价3亿2000万美金，这是1969年迄阵讲的吼。伫、哦、然后日本甲这条钱交予美国了，因签这个琉球返还协定。啊！伫1972年5月15日，尼克森的这个政府就把琉球还予日本政府啊！啊，这属南洋岛。啊，咱注意哦，无办任何的公投，哈、啊！足侪人拢讲认为是琉球人欢喜公投要当去日本政府的哈，无这件代志哦，哈、啊！是用钱赎回来的，因为迄是一个战争债，你无钱来。陪我日本、美国的这个，迄阵航空母舰和这个神风特工公队唔定嘞，一挂飞行机互你拍落来，载落，一挂美国大兵互你拍死，这些人拢爱白死的，这些财产，敢爱拢白白都无去嘛？不割地就赔款，哈、哦！啊，你先把这土地抵押等于伫我美国手里，啊，提钱来赎回去。那么咱台湾嘛，同款啊。你袂使讲一声就拢无要管这战争债，就要办公投，讲台湾要独立建国。哦，安尼，阮三兄弟啊，若来甲你租厝，租几年以后，阮三兄弟来公投办公，
啊，这间厝变阮家的啊，拢无要管厝主安尼嘛，敢会使呢？袂使嘛，吼。好，咱六十几年来吼，拢伫中华民国国民党的党国教育下骹，足侪台湾人拢许教育讲变成讲中国人，认同中国。我记小学的时吼，咱的座位簿后壁拢有写一句：“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改成就敢若爱做中国人，才会堂堂正正。啊，若做台湾人拢歪歪斜斜、曲曲安尼，吼、哦。所以伊自细汉就甲你灌输错误的观念，吼、哦。啊，所以造成讲占85%的台湾人。是安怎会选出无到15%的中国人？就是有一半以上有些人，伊认为讲，我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哦，等于讲我是人，嘛是狗，讲这个意思，哈、哦。我拄仔讲过，那2008年到2010年，咱啊。在流氓中华民国总统咧选举，甲当作统独公投，啊，咱就变作统派的台湾。啊，若以国家继承论，吼、哦，咱会许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和我并吞，吼、哦，恁家己欢喜的。所以人若派兵来占领时，其他国家讲啊，这恁家己选择的，我无理由出兵去甲你解救，哈、哦。好、哦、啊。啊，那迄个时阵，咱台湾就沦入勇士浩劫啊！哈，其他国家很难插手哈。啊，如果台湾啊独立建国以后，注意听，我是讲如果哦，啊，咱要负啥物责任、义务加风险？啊，过来来看，第一，台湾人爱纳税金，台湾人爱服兵役来保卫台湾，台湾人爱。家己买军事武器，吼、哦，来防卫台湾。啊，伫阿伯家里人啊，国进前，咱爱致力防止中国武力并吞。迄个时阵，其他国家无法理、无义务来出兵干涉，吼、哦。啊，即咱会当用当地文独立建国来做例啦，吼、哦。即、這个当地文伫遮，啊，边仔头原来有一个罗马国家叫做印尼。跟咱台湾同款，边后一个罗马国家叫做阿强啊，哈、哦。好，那么当地文伫1975年的12月28日，从葡萄牙宣布独立，成立当地文民主共和国。但是伫阿未来得及加入联合国，敢那九天啊，就迄个印尼甲入侵并占领。1976年7月，变作印尼的一个省，叫做当地文省。为迄阵以后的20年的时间，因的统独抗争吼，造成差不多10万至25万人的死亡。OK， 一直到1999年8月30日，是伫联合国的监督之下举行全民公投，当然绝大多数的当地人投票同意为印尼独立建国。但是伫公投后，同年的9月，无到一个月时间，印尼军。咧撤退进行，佮台西差不多1700人的当地文的人，并摧毁当地文大部分的国家的基础设施，造成到今仔日当地文还佫是全世界最散赤落后的国家之一，大部分的物资拢爱靠外国来援助。吼、哦，啊，这款的独立的结果，敢是咱要爱？应该唔是嘛，吼、哦。啊，咱来看讲一线之隔，咱用墨西哥州和墨西哥国来做一个比较哈、哦。这个是墨西哥州，哈、哦，这是美墨战争啊、哦，美国得到一个州加合作墨西哥州。啊，下卡这个灰色的，这就是墨西哥国。哦，啊，你甲看这个边界哈、哦，墨西哥的人拢作爱偷渡入去美国的，因为美国那边好趁食，哈、哦，啊，较有人权，哈、哦。我无听讲美国人要偷渡去墨西哥啦，吼、哦，所以表示讲，迄个美国军事占领较好啊，吼、哦。OK，
你来看美国的北边这个加拿大，跟美国因这个边界，因也无派兵伫遐咧守，拢免派边防军都在遐守，哈、哦，也无听讲美国人要偷渡去加拿大，嘛无听人讲加拿大的人要偷渡来美国，因为这两个国家的水准拢都平悬，好、哦，生活水准拢平悬。OK， 好，一海之隔。共产党军占领中国，这个红色中国，啊，美国军事占领台湾，咱来做一个比较，是咪？十几年前，中华民国不，中华人民共和国遐个人，啊，共遐个飞行机、民航机不及，从甲子偷渡要来台湾，啊，无得为平潭岛、为新竹南寮迄边个偷渡起来，一挂女孩子啊、查甫拢要想要来台湾打工。啊！就表示台湾是较富裕、较自由、民主的所在，所以因足向往，拢足爱来遮。好、哦，啊，所以虽然中华民国来遮代理，但是起码伫美国的掌控下，台湾犹阁还过得比这边好真济。所以，予美军占领，总是比予共产军占领较好嘛，吼、哦。如果咱若伫美国军事政府下来驻地啦吼，免税嘛，哦，咱出口进出口美国的物件吼，拢免税，啊，咱台湾人也免去做兵，啊，国防跟军费是美国爱负责，哦，像甲你甲阮拍牌，啊，阮互你占领，你当然爱负责，台湾卖过去别个国家占领去嘛吼，啊，这省落来这经费、军事费用这经费。来建设台湾，变作一个东方瑞士理想家的，吼、哦，是足好个。OK， 好啦，啊，咱来检讨讲，用台湾的名来加入联合国，还是用中华民国这个名要去重返联合国？咱来讨论看卖哈。那、哦、以台湾的名要申请加入联合国，联合国是伊的资格是爱以国家做基本单位，你爱成立一个独立。主权独立的国家，较有资格加入。过来，咱来讨论讲，那么台湾敢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啊，要成为一个国家，有一挂条件吼、哦，有一挂国家的认定标准，有四个。第一个，要有永久的人口。咱即马住伫遮的人口，大概有两种人，一个是中华民国的难民，迄是中国人。第二个，本土台湾人。啊，这是潜在原底是日本国的国民啊，哦，大日本帝国的国籍的台湾人，但是只是因为旧金山合约，把咱的国籍悬置起来，暂时用中华民国国民的身份哈，所以台湾无台湾国无人口啊，咱这人是台湾人是日本国籍的哈，过来。固定的领土，这块领土是大日本帝国天皇的啊，也不是台湾国的啊。过来，这个政府，即马这个政府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是中国政府啊，不是咱台湾人的台湾国的政府啊。啊，过来，这个外交官，进跟迄二十几个小朋友的国家签的，拢是中华民国出去跟人签的，不是台湾国的人去跟人签建交公报哈、啊。所以嘛，无外交官。所以台湾国不是一个国家，哈、哦。当然，所以阿扁啊，迄阵用台湾国买申请加入联合国，伊寄遐个文件送去联合国秘书处，都随用摕出来，哈、哦。OK， 连看都不必来看。好，那么台湾进目前的国际地位的日属美战，哈、哦，中华民国代理。台湾目前敢那是一个地理名词呢，唔是国家。哦，啊，如果台湾若要建国，爱有五个步骤，这五个步骤，你爱照国际法律一步一步行下头哈、哦。第一，爱美国军事占领军入来台湾，终结国民党这个政权，予咱台湾民政府自治，予咱家台湾人管家己哦哈。那么过来，就要要求咱的日本的母国，跟美国来签一个《台湾返还日本》这个协定，吼，
啊，把战争债还掉了，回归日本了。咱还阁要求日本的母国的参众议院来定一个分国土分离条款来做法源。有这个法源了，咱较有资格来公道，要决定台湾未来要继续留在日本母国，做大日本帝国的臣民，还是你要独立建做一个台湾国，还是你要做大日本帝国的邦联，就类似大英国协哦，因为50几个国家是大英国协会员国哦，来。虽然无完全切断，啊保持足密切跟日本母国的关系吼、哦，这你也一步一步行啦。但是你嘛爱问，你要独立建国，嘛爱问美国要同意无，还是日本的天皇要同意无？这个问题足大。但是那我咧看美国伫全世界军事布局。可能到伫美国军政府下骹，台湾自治到遮可能就动了呀。美国嘛，可能不爱让台湾去等于日本，因呐啦。大日本帝国就是只要有战争了，伊嘛原条摕到台湾了，佮发现台湾是一个粮仓，就是有这个粮仓，日本的野心较大起来，因为以前因为。你若要战争，一定要有粮草。哦，三军未动，粮草先行。就是有这个米仓，依靠哦兵强马壮来发动太平洋战争。所以太平洋战争死伤惨烈哈、哦，所以美国惊着，伊真有可能，和你到这就后边这你就惊袂惊。啊！你到这要阁要求比迄个日本母国，你登到日本啊，要阁叫日本天皇，这母国答应讲阁创一个分离条款，哦，这后壁这种足困难的，吼、哦。所以啊，美国阁讲哦，台独代表战争哦。2006年的这个美国前副国务卿叫做佐利克，记者甲问伊做严肃回答，这嘛头一届美国直接讲的，伊讲。台独就代表战争，啊，咱台政拢以为讲，那台独就是阿强要甲咱拍，唔对，是美国要甲咱拍。伊讲台独代表战争，这意味着我美国要出动四大军种，陆海空三军，海军陆战队，啊来拍台湾。台湾是我美国牺牲遐济美国大兵、军舰、飞行机。所占领的所在，你无摕钱来赔这个战争债，你要甲我摕去对啊？你无经过我同意，哪会使？吼，所以，好，阿来咧检讨讲，以中华民国的名要重返联合国。OK， 1971年的10月25日，联合国的2758号决议文，哦，伊在这讲啥？伊是讲，甲蒋介石的代表。为联合国、中华民国这个中国这个席次，甲驱逐出去，吼，包括在联合国的国际组织，吼，拢甲驱逐蒋介石的代表。那么，伫联合国内底迄条桌啊，顶悬的名牌，嘛是要中华民国，吼，啊，椅啊拢要伫个哦，即马只是迄个椅啊换人咧坐，即马换上咧坐，当然是换。代表中国的这个毛泽东所派的代表在那坐嘛，吼、哦，吼、哦，所以伫国际法的定义内底吼，中华民国已经伫1945年，吼、哦，年底就灭亡啊，已经无法度代表中国嘛，啊、哦，还佫敢那剩金门甲马祖这个残余国家呢，哈、哦，金门马祖还佫算伊的哈、哦，中华民国已经死啊，要安怎翻呢？啊，台湾国还袂出世，免哪入咧，所以一个死，啊一个还袂出世，吼、哦，哦，这无可能嘛，吼、哦，好，啊来，啊咱嘛来讲一个三个精神病患跟医生的这个故事，来做一个 case。
有三个精神病患去送去精神病院治疗，啊，每三个月医生拢会叫来伊个诊疗室，过来甲检查看讲哪有好啊吼，会当互因处理。啊，所以来到伊个房间了，诊疗室了，这个医生就伫这白墙壁顶面画一道门，佮画一个门把，啊，就甲伊讲，啊，恁三个拢好啊，啊，会当为呾处理啊，好，两个就撞个就追来抢迄个门要弄出去啊。啊，剩一个啊，坐伫遐。哦，啊，医生就讲啊，这两个要还阁继续关，安尼这个要较好，这个有救，这個、一定较好。甲问讲，啊，你来不要出去？哦，迄、那个足凉爽啊，足凉安尼。嗯，锁匙伫我遮，无甲我摕锁匙，因两个免哪出去？哇、哦，啊，这个煞较吃力。好、哦，啊，所以咱来看讲，这三个精神病哦，拢无要承认，因家己有病对无？啊，头前迄两个冲去开门的，就是较无台湾意识，吼、哦，无独立思考能力，吼、哦，无党无派，懂啊？什么人、什么政党来管，拢共款，我嘛是爱做靠糖啊食迄款的，吼、哦。第三个是独派人士，包括像我这款的，吼、哦，立军的啦，吼、哦，自认为握有台湾独立建国的钥匙，干哪有锁匙呢？啊！我民进党，阮人遮济，都演国民党演袂倒啊！啊，恁台湾民政府才几千个尔，较有可能。恁若无来夹我，较有可能，锁匙伫我遮啦，安尼意思啦，吼。有成啦吼，我是咧讲我啦。较早我拢即个思想个，啊，所以咱秘书长两年前就甲阮讲啊，以后台湾民政府。要出去跟人讲，上大的困难，颠倒是即个咱台湾人的立军一派，读个顶国国，你跟伊讲吼，哦，伊跟你争个颔棍啊，紧足大条的。哦，啊，若拄到这个情况，咱爱心平气和，你莫跟伊安尼，原来争个颔棍啊，紧当大条。有时我好朋友准，几十年好朋友准断路去，吼、哦，安尼就袂好啦吼。哦，啊，所以。爱用软舌昆低，软软啊讲，开啊你安尼，讲啊硬当当，好 ，OK。啊，咱这个医生是等于 TCG， 吼，咱台湾民政府承认，伊拥有正确的国际法律来冷眼观察，来医治破病的台湾人。其实咱大家拢破病啊，吼，咱就从早清朝来甲咱管到有遐。大头病，会再比对你话讲，爱钱惊死，愿做官，吼、哦。啊，这大头病吼、哦，包括咱这六十八年来，迄个中国国民党所放的毒，咱爱来吃，好好啊，甲这毒洗好出去，哈、哦。那么咱要安怎加入恁阿公？其实真简单，咱当作付费员工，依附伫美国。之下做付费员工就好啊，吼、哦！啊，这美国会甲咱安排，吼、哦！这就敢若讲，翁有去请一个信用卡的正卡，啊，某用副卡就好啊，讲这个意思。好，那么理想的建构台湾未来的模式有几种，吼、哦，咱来参考看卖。我当然第一个就是伫美国军事政府的下骹，咱台湾民政府，和咱台湾人来组织。就是咱即马准备要训练这四千个要来接政权，就是安尼吼。好，啊，头拄仔讲的立陶宛模式啦吼。咱抵制选举和伊的投票率低于50%，伊就无正当性啦吼。过来，头拄仔讲的琉球反乱模式吼，你的战争在爱兴雕吼，较来讲。好，啊来看日本结为邦联还是联邦吼。啊，来，咱来检讨讲，本土台湾人常常对美国有足侪期待啊。啊，比如讲，啊，是哪他无爱叫美国拨经费，互咱台湾民政府来发展组织。啊，啊，过来，咱也无要叫美国军队赶紧来占领、来接管台湾。哦、啊，这咱定有这个，我学员拢安尼来甲阮讲哈。啊，这咱来先，啊，过来就讲，啊，哪无爱叫。
美国甲流亡中华民国甲刷去金门马祖，因遐个因的领土啊。哦，这三个不只有听到了哈。啊，其实咱来认知讲，第二次世界战争的时阵，美国跟日本、跟台湾，这是敌对国，咱是敌对国啊。啊，即马咱是被占领者，美国是占领者，这上下位阶哈。啊，咱对美国、对咱民政府有两项要求，就是讲训练4000个，啊，包括41万分的身份证，这咱拢还袂准备好呢。啊，咱才有资格讲要求。啊，比占领者要要求占领者爱做这工作，啊，这就敢若讲。新罗要要求头家，指挥头家讲你要安怎做，你要安怎做，安尼敢对？唔对嘛吼？的职员不可以跟董事长说，董事长你应该要做这样做这样，董事长你应该来扫地板呐、啊，去洗厕所，干嘛呢？唔对啦吼！咱家己的训练这两个要求，咱来赶紧甲做好，咱就会当大声来要求美国你爱入来接管台湾啊，甲蒋介石。因遮个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甲刷去金门马祖，甲这个政权接了交予台湾民政府。美军入来，甲中华民国政权接收起来，交予咱，咱唔免直接跟中华民国对呛，所以袂战争吼。这个中华民国，你会当甲当作讲，敢若麦当劳美国总公司。派一个总经理叫做蒋介石来管台湾的麦当劳分公司。这个总经理若做无好吼，美国随时会当甲换掉。吼，就敢若马可斯，菲律宾的马可斯，伊做无好，贪污、舞弊，吼，啊，迄个做无好了，菲律宾遐个人民起来抗暴，甲迄个马卡南讲，马拉南卡南讲吼。加包围起来，哎，局势足紧急，因为菲律宾不是咧军事政变，所以美国看局势歹，准甲菲律宾的马可斯讲，你爱我用飞行机载去夏威夷，啊，若无你大家用包围，你有可能用拍死，啊，所以马可斯看局势歹，完啦，带因某落跑，准许美国用飞行机载去伫个夏威夷。到尾也伫遐破灭死吼，啊，这就是做无好嘛。同款，即马马英九若做无好，美国是会使随时用飞行机甲载走，吼。好，麦克阿瑟捌讲过，讲台湾是一个未定的防空母舰，吼。台湾人，照讲咱台湾人应该爱亲美日来共同防卫台湾，你知道？人马英九伊就会晓联共制台，好无？啊，那么咱台湾人哪会遐戆？拢要马英九，咱咧用媒体咧甲咱洗脑，伊调工用毒美牛事件来互咱反美，啊，利用马基奥甲因男朋友来拍台湾人这个司机，后来安尼电视安尼24点钟一直播，连续播了几礼拜，互咱台湾人来反日本，伊就是要分化咱甲美国甲日本的感情。啊，所以莫中这个中华民国国民党的计哈。啊，所以咱台湾是啊，啊这边啊这罗马国家，咱爱联合美日嘛，吼，来保卫台湾嘛。我有时啊，有时啊咧空思妄想，如果咱台湾吼，拿来伫遮唔知偌好咧吼。这关于啥物因？阿强阿咧发展什么 M9 的飞弹，还是 M11 飞弹？讲射程偌长度长，我来抓来遮看你会当拍会到袂？你都拍袂到啊，吼对不对？啊，甚至嘛捌想讲来发动讲吼，开国际标啦，创互全世界科学家来研究，发明上大机，搁上大机啊吼，台湾安尼位会甲机号开吼。啊，搁叫因发明上用的、上有力的引擎，倒倒的，啊，阵为台湾开开开开来到这，找一个较好所在搁钱。哦，啊，大家去发明看卖哈。我有这个 idea， 啊，恁负责去发明。来到这，咱就，咱嘛唔是美国的吼，
啊，但是咱大只阿公啊，若跟美国交战，伊也是要拍咱哦。唔多拍一个过头，拍了美国，啊，美国就甲修理啊，吼、哦，对不对？嗯 okay. 好来，啊，即马大家拢讲哦，阿公啊，即马军事偌强，拄偌强。啊，你来看，美国嘛，阿公啊吼，创只航空母舰，结果美国也无爱卖伊即个拦截钢索。俄罗斯嘛不爱卖伊这个拦截钢索，因为怎啊？因为当初苏联卖予这个阿强啊，这个苏凯27的飞行器的时候，阿强啊拢甲模仿啦，模仿甲即马比迄个俄罗斯起摩拜，即马伊个航空母舰需要买这个 YS 吼，结果伊不爱卖，啊，这条 YS 得爱有够轮、有够用、够有弹性。开这样子的啦，啊，这是高科技的这个基础金属哈，啊，阿强也无多做，好，啊，即摆那航空母舰无这条绳啊吼，啊，飞行机那落来啊，挡袂掉，拢栽落海呢，好，啊，所以伊无战力是安尼，好，甲近伊拢唔敢讲，伊飞行机起飞起了，要降落航空母舰，迄个镜头拢要唔捌出来，哈，啊，你甲看，啊，这个变作一个大型的驳船呢嘛。那么，那一架航空母舰顶管无无人机，迄是无战斗能力的吼。迄拄啊，跟日本当时的大和舰同款，无空中的这个护卫的无人机甲保护，一下就迄个美军的无人机甲炸沉去啊！吼，好，啊，伊这架吼，就是原底号做瓦良格号啊！吼，啊，伊即马伊本来拢感觉准，伊即马家己到演印，哇，伊的演印遮两公啊！武全拢乌烟，啊！所以我甲号做翻做台语讲，我两公号，吼、哦，真正有两公啊，即只安尼。啊，即都拢唔免用啥物 GPS 甲定位，啊，若看遐乌烟，就飞弹位啊、炮弹位啊，射就对啊，吼、哦，做不怕。哦，啊，即马互咱甲讲安尼，哦，伊就讲啊，无改名，讲改做私人号，哇、哦！啊，台语足歹听，讲私人号啊。哦，啊，即马哦，搁改，即马讲搁改辽宁号，啊，台语讲号做辽宁啦，辽宁号啦，哇，这是那好笑啊吼，可能搁改，即马等搁等看伊搁改啥，哦，啊，即马伊航空母舰爽，啊，你注意甲看，顶悬拢无无人机，吼、哦，哎、欸，若要去实战，我看唔难，上少两年来，吼、哦。啊！你看讲阿强啊，即卖科技啦，啊，伊军事武器拢足强的吼。但咱来看讲伊的科技话，美国伫1969年，这四十几年前，人阿姆斯壮都撞上美球，迄月球啊呢。四十几年前，因就起立到月球登陆啊吼。啊，因哥成立1982年就成立人造卫星甲洲际飞弹来保护台湾，不，因为美国本土了哈。成立太空作战的司令部，好、哦，这呢对飞了哈、哦。啊，你来看阿强啊，去年还搁咧学习太空舱对接，也是太空漫步。人四十几年前人就登陆啊，你敢那科技啊、哦，这方面就差四十几年啊、哦。那么有人讲，台湾经过多年来民主选举，逐渐转变这。主权独立的国家，敢是安尼？因为这国际法内底无这个法源，国际上嘛无这个先例。好、哦，国际上无这个先例。好、哦，啊，台湾这个战争在还未行清楚，主权还搁底下伫美国的手中。美国只是握有台湾的主权，握有就是讲底下伫美国手里，但是握有不代表拥有。就敢那讲，咱若去甲咱一块土地，咱去甲银行借钱，咱的所有权人底下伫银行的手里，但是迄块土地名还佫咱的名，吼、哦，只是底下伫银行的手里，吼、哦。那么
另外，这土地嘛是还佫日本天皇的嘛，哦，只是战争在还袂行，暂时底下哩美国手哩。另外一个比例就是讲，咱伫路人看到男女朋友手牵手，嘿握有嘛不代表拥有，因为人唔知要嫁你无，也唔知人唔知要甲你娶无，也唔知，吼。好，啊，咱来分析日本国兼大日本帝国有啥物差别啦，吼。即大日本帝国就是只红的只拢是南区的岛、北方四岛。北海道、哦、本州、四国、九州这些东西，甲琉球、甲台湾，包括新南群岛。当然，迄阵战争前，还佫包括韩国，拢要是大日本帝国，就是这。但是战后，日本投降了，依据这个波茨坦宣言，以后敢若日本会当留这四个大岛：北海道、本州、九州、四国这。哦，迄阵琉球甲台湾都拢美军军队占领，吼，啊，韩国可以独立，但是韩国分作南北韩，吼，啊，但是即卖新的日本国是等于不再效忠日本天皇，吼，伊等于背叛日本天皇，伊加入民盟军内底，加入联合国，所以即卖日本国跟大日本帝国是无共款的，吼。他们并在法理上不效忠日本天皇，啊，所以咱台湾说变大日本帝国天皇的大汉后生，所以咱今年八月十五，若要去日本的靖国神社要祭拜咱遐的英灵的时，咱要求咱来徛头前，因为咱是日本天皇的臣民，啊，因日本的内阁是日本国民，所以要徛在咱后边。哦，伊是脱离大日本帝国了哈，即摆日本国哈，进日本国。那么，因伫1956年十二月十八加入联合国而自治。因加入这个联合国，联合国等于是盟军嘛，好。好，即摆日本政府是自治政府了哈。好，那么美国要求讲，咱台湾民政府要发台湾政府的公民的身份证这个意涵，好，咱来讨论看卖。第一个美国要求的意思就是讲，要让台湾人跟中国人切割分得清楚。哦，你得要摕到这个台湾政府所发的这个身份证，而且电管这个 class 爱是 TW 这个身份 ，TW 开始本土台湾人。哦，你得要有日本时代，恁爸爸妈妈还是阿公阿妈的户口填本有签有掉，就代表。你是日本的台湾人所生下来，才吼，包括后代吼。好，啊，只有敢若摕到 TW 这个身份的人，以后台湾民政府执政的时，才会当做公告人员，啊，才会当较有资格去参选，吼，哦，较有资格去投票，啊，就去参选，啊，啊，这到以后就无啥物男女对抗啊，哦，所有的代志，台湾的。台湾澎湖的代志，拢是咱本土台湾人咧决定。中华民国遐难民，因呐来请伊个当请难民证，咱予伊个身份就是 CE Chinese exile 哈，就是流亡，就是难民啊。因是因摕个就是难民证。好，啊，咱发这个台湾政府身份证，咱是依照。台湾公民权利法案，咱有这个法源，好，咱开来发行的，好。啊，我是台湾人，唔是中国人，你得要有这张才会当证明，好。好，我爱台湾，我摕台湾政府的身份证，好。啊，有人讲，啊，咱卖管迄啦，无卖管啥物人先交后交啊，拢只要你若爱台湾，就是台湾人。安尼感对，感情上听起来是对，法律上唔是哦。嗯，爱台湾的都会当做台湾人，啊，那我爱美国，我唔会当做美国人，哦，对不对？嗯，爱台湾，欸，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嘛，足爱台湾的呢，哦，爱咱台湾去死呢，
那迄个缩编你伫研究咱台湾学，就麻烦了吼。你要做台湾人，爱经过合法的程序，你爱有意愿，你爱个自愿，你爱有意愿，爱个自愿来申请，爱个交1000块，吼。你啊，佮包括咱合法的一寡程序，经过咱的审核人的审查通过，你才会当摕到这个身份，吼。OK， 啊，这是咱要申请的表格嘛，吼。好。啊，征服日本的代表者就是奥巴马，目前延伸到即嘛，继承到奥巴马，吼。啊，这个是日本的天皇的皇居，吼。住伫内底一间厝，这个就是天皇，伊代表讲。台湾是日属，好，实施有两种，台湾也有两种，吼，好，咱来看卖哈，有一个是政治的台湾，即马政治的台湾就是即马目前的体制，吼，台湾地理当局就是以前的流亡中华民国这个政权，伊的头家是美国在台协会，美国在台协会的头家是国务院，啊，顶管这个头家是美国总统，哈，啊，那么咱另外这边是。法律的台湾，咱台湾民政府，伊的头家是美国台湾军政府，伊的头家美国国防部，总头家嘛是美国总统。这边的政治台湾，所有的政治，朱哥前捌讲过，政治是最高明的骗术，会在讲东讲西，讲到蛇形地变，乌龙蛇道，互你。台湾人安尼头高公车车不飒飒，搞不清楚台湾到底是啥物东东，这就是政治台湾，这较不负责任啦吼、哦。那么咱这台湾民众这军政府这是一板一眼的，只要台湾有可能受到伤害，美军随到位，吼、哦，到1996年飞弹危机，两架航空母舰随塞到位，有无？好、哦，古2009年的八八风灾，小林村遐灭村，美国得到情报，随派军机载一挂救难的物资，用军机哦为琉球用 C-130 栋迄大力士军机随运一挂救难物资来为台湾的台南机场降落，啊，高雄外海哦台南外海，佮有迄个两栖登陆舰。电管有迄个超级种马，吼、哦，迄、那个上大只，迄个直升机会当吊怪兽的直升机，会当吊鲁托机的直升机，吊入去山谷，咧开路吼、哦，做救难的动作，这就一板一眼，这个拢唔免甲中华民国申请，因为这本来就是伊的国内吼，伊、哦、随时要来拢 OK 哈、哦，所以做侪人搞不清楚，哎、欸，是安怎？美国一般咧对外救难，因为美国救难总署啊，啊，这拢一般拢是民航机载物资来，那即个是军机直接入啊。诶，军机袂使，我袂使你要人的领空还是领土内底吼。你看差不多半年前，土耳其一只战斗机飞卡瓦叙利亚，就迄个叙利亚迄个防空飞弹甲射落来。啊，那对咱本土台湾人有一挂期许哈，这张大家拢应该足熟悉啦哈。迄、那个伫成功大学内底这张，啊，这张啊，那许国泰人寿甲买这个版权去做因的 logo 哈。这张树啊，安尼好，食甲肥肥安尼，油细细安尼，青扁扁哈。这代表讲，这个是国民党，伊安尼窜进窜落伫咱台湾土地。甲咱台湾树灰树干啊，外国吸钱就对啊，吸到咱台湾人即马三屁屁吼。啊，咱也想哦，咱即马嘛有一挂媒体像啥物大话新闻啦、新台湾加油啦，头家来开讲啊吼。我迄那嘛是美国民党每个来看戏，但是迄对即张大张树啊来讲，敢那树啊尾咧做风台尔，即个树啊尾可能会要扑一挂掉的。伊这张树啊，同款徛甲栽栽，食甲油些些，都 OK。啊，咱台湾民政府就是专门用法律要来乌伊只根，甲乌断。无偌久，伊家己
吸无物件了吼，遐根若断伊就烂去，一丛树啊连伊风一吹就变过啊，吼。所以咱即马就是赶紧咧训练人，咱训练遮人就是要来挖遮根，吼。啊，挖好美军入来伊就变过啊，吼。好，啊这台湾有水无？有吼，你有爱台湾无？您讲的吼，胡锦涛嘛爱台湾，所以咱来顾好，对不对？台湾足可怜的，这四百年来吼，拢外国人咧管管吼。台省委荷兰人来，伫台南府下，嘛甲台湾当作伊贸易的基地。啊，过来台清帝国来，甲台湾当作伊外交的基地。哦，因拢三年关，两年满，哦，来遮拢派来遮三年啦，但是伊都伫两年内就甲落地啊，地甲满满满，哦，啊，过来，嘛，荷兰人了是换郑成功来了吼，郑成功迄阵来嘛，甲台湾当作反清复明的基地嘛，吼，啊，过来清朝了换日本人来，日本人甲咱台湾当作是南进的基地。对不对？伊拍太平洋、南太平洋战争，就是为台湾做出发战嘛，吼、哦。啊，遮兵强马壮，啊，粮食阁充足，吼、哦，高沙义勇军阁遐个小台，吼、哦。啊，那么来到换日主建后，换中国国民党这个政权来，哇，咱一个反攻大陆的复兴基地，啊，咱永远拢咧做人的基地呢，好、哦。所以你注意看，这个是一个九鹏啊，恒春遐个满洲哈，九鹏的飞弹基地。所以我若无讲，你可能无注意看，当作讲哇，真啊足水的，咱拢咧做人的基地。哦，所以咱即马要求美国爱直接转来来管台湾，就是这个意思，要让咱台湾伫。一流的美国的管制之下，吼、哦，咱原来会当像较早安尼做一个一流的国民。日本时代，日本来甲咱建设这五十年吼，甲咱的基础建设做了上好。清朝统治台湾263年，并无甲台湾开一条纵贯线的公路，嘛无开一条纵贯线的铁路。日本人来了，就把这个纵贯线打通。以前清朝是，哪有大溪流，就等于那边敢那另外一座讲话就无同啊，吼、哦，所以伊是屯垦区，连属地都无够格，所以伊把台湾咧割让给日本的时，敢那西半部才是伊通的，我都通的，中央山脉以东。拢是高山原住民的传统领域，所以日本兵一个来占领台湾，踢到铁棒，因为高山原住民反抗非常激烈。好、哦，那么台湾，咱你看，咱伫倒爱伫美国，这个徛上悬，因为伊是咱的主要占领全国。那么其他这，这是日本，咱。日属美战，吼，啊，这美国的军事占领旗，啊，这咱民政府的旗，咱台湾都爱伫，咱爱跟美国好好合作，咱爱听美国军政府给咱的指示，伊叫咱做啥，咱乖乖做啥，因为军事占领军他有最高的高权，就比如讲琉球政府、民政府迄阵成立，是伫美国军政府的下骹，吼，那么。琉球民政府因的立法机关所立的法，爱送予美国军政府审核。伊若看讲 OK 的时，立刻会当实施，好、哦，就予你施。啊，若咧实施中间，美国军政府发现讲这条法令有伤害到美国的利益，伊会当叫你这条取消。哦，这伊有最高的权力。占领军的意志就是命令，伊要叫你做啥，你就爱做啥。哦，咱来甲伊配合，唔是咱咧命令美军，哦，美国军政府，哦，这个身份，咱个心态爱调试好势，唔好定讲是安怎输出行行，
通通美国说了算。事实上，咱是咱的许大人去打，我们打败仗，我们要承认。你别再讲西岸的吹杯，好、哦，啊，卖像中国人，咱当初做者文化界的人士，像讲蒋渭水，啊，是林献堂，因这祖国派，因就是讲要回归祖国，回啊，因甲恁教，讲咱来迎接那个胜利之军。因当初咱拄战败时，咱足郁卒的，咱足烦恼的。啊！若美军啊，是其他国家来甲恁占领，咱是袂使用台，所以迄阵大家真惊。啊，尾啊，中华民国甲恁骗讲，1945年10月25日，咱台湾人拢回归祖国的怀抱。哦，啊，若回归祖国中华民国，啊，咱变战胜国啊呢？哦，大家拢足短视近利，拢跳过中华民国。拢讲我要做中国人，哦，这就造成讲像伫日本有发东京的涉谷事件，就是安尼。当初甲一个台湾人留学伫日本，有诶到尾也伫遐娶某生囝，留伫遐。但是迄个时阵嘛是犹阁日本的台湾人。战后，你若跳过，你讲你中国人，你会变战胜方。那么战胜方的国民伫盟军咧食物分配。啊，是一寡特殊的待遇，拢会特别好，所以足侪人拢跳过讲，伊是中国人。所以迄个时阵，伊本地日本人足看无起遮个台湾人，背叛日本国，吼、哦。啊，所以平平伫遐咧摆路边摊，因为迄阵大家经济歹，拢摆路边摊，啊，就会占地盘，吼、哦。啊，当然日本人较侪，就跟日本的台湾人相拍。哦，遐反背变作中国人，遮人相拍，哦，这就是最有名的涉谷事件，吼、哦。迄阵就为了一包米，会当加分一包米，出卖家己日本台湾的新闻，吼、哦。啊，因为今仔时间的关系，吼、哦，啊，我就简单讲到遮，啊，下开时间我留予大家，吼、哦，来做讨论，看有啥问题，大家来互相探讨，吼、哦。看有啥问题？因为如果若无问题，啊，无我就讲到遮，因为中午无休困吼，安尼无我先讲到遮，多谢各位。啊，若有需要这磁碟片的资料吼，档案的吼，或者甲电脑做一套，多谢，谢谢。而且各位同心起立。行嘞。哦，请落去楼骹食中昼顿。